今天是大家带着自己的工具来这儿，算是义务的打扫。我们来这儿干了会儿活了，然后发现就我们三个华人，其他的全都是老外。所以其实这靶场华人的会员挺多的啊，不过咱们怎么说呢，别光玩儿，每年呢这个打扫的时候呢也来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五月初，今天呢特意呢把店关了，然后约了老崔和志明去我们俱乐部。不过今天不是去练枪的，今天是我们俱乐部一年一次的这个大扫除加靶场维护。最近呢没怎么拍视频，是因为业余时间都用来那个干活了，来改造那个 cottage。不过我觉得那个也挺有意思的，回头我把资料整理一下，应该也能剪成片子。我就现在觉得这个 DIY 特有意思。然后钓鱼的情况，四月初冰化了以后呢，船钓过几次花测，战果都还不错。从那几次试验来看，加上今年水比较大，今年肯定钓鱼是个丰收年。这是北京的老崔，崔三哥，你好。这是台湾的国军兄弟志明，好。进口，对，把那个口插进去，然后拧一下，它就锁住了。对，对。在这个200米的靶这儿，今天下雨啊，都是泥巴。看我发现什么了？我发现了这个0.45的弹头，是有三颗。
长300米的钢板，打都打不到，今天给他一拳。OK， 对，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个钢板旁边加这种胶皮吗？这么厚的胶皮，是因为当你打的时候，子弹打到钢板上经常会乱崩。他为了保护后边这大的木框呢，他用这胶皮来阻挡一下。那个叫谁 ？Alex， 这就是玩枪人的工具箱，工具箱里都有子弹壳。长是哪种？一边而已。就一边啊？来，这里边动。那可能是。这是那个钢板屋的顶，全都是子弹头打到这个钢板上弹起来，给打了，他给打烂了。弹头上面，这个。老师的打理终于完工了，干干净净的。这个靶场一共有1000来个会员啊！今天呢，我刚才数了一下，一共是来了12个志愿者。我们华人呢，就我们3个，所以一共是，25%的概率还可以。希望以后呢，大家就是。别光玩，也多参加一些这些这个叫什么志愿者的活动，把这靶场呢维护得更加漂亮一点。